起自我姓名，呼唤我叫梦境，望着大陆栖息，守护着心无生命，又到了一次新的成人礼。离开梦幻森林，寻梦人间游历，哪里噩梦来袭，哪里有我踪迹。最亲爱的小孩，这个夜晚别担心，我亲自来是我使命。好消息，周深的新舞台又要来了。2023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行，11月4日与周深不见不散。回看《王者荣耀》共创之夜周深 cut，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小王和小破站对周深真的是毋庸其极，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。若问共创之夜上谁的表演最引人注目，应该非歌手周深莫属。他在这场晚会上身兼数职，既是主持人又是歌手，还兼顾相声捧哏，甚至气氛组组长。 No.1 歌手周深，晚会上第一个出场歌手就是周深，他带来了6首王者荣耀主题曲串烧时光组曲，这些歌曲包括时光的礼物以及他原唱的很高兴见到你。6首歌曲无缝衔接，高低音丝滑转换，周深唱歌时的咬字堪称一绝，时而出现独到的处理，让歌曲更富有层次。主持人周深，周深的主持功力和综艺能力不可小觑。从《创造营2021》《时光音乐会2》《令人心动的 offer》《天赐的声音3》到舞台2023以及各大晚会颁奖典礼，每个舞台都表现得很自如，尤其是在互动上，甚至可以自动 Q 流程，让气氛不冷场不尴尬，让节目更流畅。No.3 相声演员周深。周深和沈腾的搭档对口相声的即视感立马呈现，周深在多个综艺和晚会上就已经展示出在逗哏捧哏上的才华，主动抖包袱的场面也不少。起球一样的讲，大家有看到我的特别设计吗？没错，这次我呢和梦琪小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版本，大家有看到用明月为梦琪增加了更多清静然后欢快的氛围，不仅融入了我们的乐器之王唢呐，而且还带来了胖达蓉蓉，大家特别喜欢的，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，驱散就大家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吧。太棒了，而且我相信这个快乐是双倍的。没错没错，一轮的弹幕口令我就来说了，赶紧公布，峡谷中你身披阳光，快去参与吧。哇哦，赶紧参与起来。那刚刚同样带来精彩表演的谭健次会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分享呢？你要跟换个地方接着聊。No.4气氛组组长周深。作为主持人，周深不仅仅参与报幕或按流程走，很多时候还会通过互动随机引发现场互动，让现场气氛浓烈起来，主持人与观众打成一片。无论晚会上还是综艺上，只要是可以尽情发挥的舞台，他都不会忘记观众和其他人员，很会调动气氛。周深的身份除了上述几个外，包括语言、人品、性格等方面也都让人称道，
可谓是具备多方面高素质的品质艺人，称之为全能艺人。这位宝藏歌手等待解锁的身份还有很多，时间会给出答案。所以晚会一经播出，周深的现场毫不费力和周深一开嗓全是惊艳就登上了热搜。这也是为什么央视、地方卫视、各大媒体、各种晚会、盛典等总喜欢用周深的原因，因为周深在现场就有保证，导演只需要考虑怎么让节目更加精彩和惊艳，而不需要考虑周深是否能完成，因为他毕竟是周深啊。所以那一次大合唱《我爱你中国》被网友吐槽，天塌下来最矮的顶着，央视六公主有事没事就拉着周深去各种晚会，小破站也总拿周深整活，因为他毕竟是周深啊。人活着就是要被周深一次又一次的惊艳，谁懂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周深参加了小王那个群星云集的晚会，演唱了歌曲《Monkey Monkey》，万万没想到，这样一首歌竟然被他演唱成地狱级别难度的儿歌。原曲是这样的。然而经过周深的演唱，这首歌变成了这样。周深唱成地狱级别难度的儿歌，这就是天才歌手的绝对领域吗？